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六百零一面，啊，六百零一面，第四行、啊，啊，第四行、啊，看起啊 <coughs>，如镜莲花。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莲生泥中，表不舍众生；花开啊出水，花开一遇菩萨，力垢清净，故曰力远无故。 这是解释如镜莲花，莲 <coughs> 花在大臣表法用的很多啊，代表呢，触污泥而不染，莲。<coughs> 生在水池泥土里面，这个泥土啊，代表六道啊，代表六道。六道是染污，它的金。 是生在水中，花开在水上面。净生在水中，代表清净；花开在水上面呢，代表燃净，两边都不燃啊，以泥泥底、啊、代表六道。 水代表四圣法界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佛、佛这四圣，这就代表十法界啊。它的花了。开在十法界之上啊，燃尽两边都不燃啊，他表这个意思。 这个地方呢，讲的也非常好，啊，他这个莲生泥中啊，代表不舍众生，六道苦难众生呐，啊，出水花开啊，代表菩萨立垢清净，啊，不但离开泥土。 也离开了水，啊，它开在水的上面，啊，所以说是离量无故、嗯。这些地方呢，我们都应当要学习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学染净都能放下，啊。 能放下六道，就好比莲花，它不会开在泥土当中，它也不会开在水里面，啊，水代表清净，染净都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善的人，就好比是。 泥中啊，善良的人，修学佛道的人，就好比是在水中啊，身心清净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呢？像莲花一样，不急不离啊，莲花要离开他们。 花就没有了啊！但是也不把你啊，不把水放在心中啊，善恶两边都放下。真正修行人绝不舍离境界，为什么呢？境界在磨练一个人。 能不能成就，全看你接不接受磨练。接受磨练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人入仙人，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。啊，高离王出去打猎，累了休息一会 啊，就睡着了。啊，就有人发现附近有个山洞，有个人在修行。大家好奇去看看，仙人看到有这么多来了，这有缘人呢，给他们讲佛法。啊，郭立王醒起来，找不到人了，啊，看到他的这宫女。 跟一个修修行人围绕着他呢，有说有笑，心里就非常生气。啊，就是你个修行人，你为什么引诱我的宫女？啊，就要杀他。问他修什么？他修忍辱波罗蜜。哦，修忍，看你能不能忍、嗯，就用刀凌迟处死。啊，不是一刀把他杀掉。 啊，用刀一刀一刀慢慢的割，把肉割下来，把这样的处死。啊，问他，你能不能忍？能忍？你有没有怨恨心？没有。啊，在死之前，告诉过你我成佛之后，我会第一个度你。 啊，为什么你成就了我忍辱波罗蜜圆满功德？啊，瞬间境生起贪念就毁掉了；逆境啊，有一点怨恨呢、啊，也毁掉了。所以佛给我们讲经教学。 真正功夫在什么时候用呢？就在生活当中，而生活当中最重要是人事环境啊。所以经上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善人生欢喜心，恶人也生欢喜心，这叫功夫成就啊。 菩萨为我们示范，那这个人喜欢看到我们就欢喜，我们多跟他相处，啊，多给他讲经教学。如果这个人见我们就讨厌，我们就回避他，不要他回避我，我回避他，啊，让他慢慢感悟，回头。 以德去感化人呐、啊，啊，以德行呢、啊？啊，成就我们无量的功德。这个功德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真菩提。啊，如果我们看到了。 喜欢的，合意思、合情意的喜欢；不合情意的讨厌，这完全是反复。天天学经教都没用处啊！为什么呢？与我们的心性没有感应啊！我们依旧生活在烦恼习气当中，那怎么会成就？ 真正成就的人，一定跟还原观上的四德相应啊！这个四德是总原则、总纲领啊，它包含全部的戒律啊。第一个教过嘛，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 妙用是妙用是不着相啊，这这经常讲的，前面讲的无助，不着啊，无助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，心干净清净，一一尘不染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你的心在这个地方培养出来。 清凉自在啊，这叫功夫啊，啊，这叫真修行、会修行。啊，不会修行的，外面风吹草动，自己就受不了了。啊，赞人家赞叹你，我就非常欢喜；别人回报你啊，要、哎、要生多少天的闷气，这怎么行？ 全被境界转了。那佛在经教上常常教菩萨了：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啊。怎么样转境界？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转境界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他转你，就是你转他。啊，他转不动你，他就被你转了。 啊，这就看个人定功了，看个人的耐力了，忍辱波罗蜜了。啊，所以要常常想到莲花，看到莲花，看到莲花，像莲花一样的高贵也，不住不住。 啊，立然无故。啊，不住不着，才能够立然无。下一句是如泥居树。啊，泥居是梵语，是树的名字。这个树中国没有。 啊，翻译做无界数，这个数没解，无界数。啊，又翻作纵广数，这个纵广可这个数很大，啊，数英很大，啊，会令音一涉五韵，此数断直无界。啊，这个数是很难的。 啊，树很直，啊，而且没有结，啊，圆满可爱、啊、去地三丈余，方有枝叶，啊，它的枝叶很高，啊，很高很大。 啊，其子微细如柳花子，啊，像柳树、柳絮一样。啊，唐国无此树。这个翻经的时候，这是隋唐时候翻的最多。啊，唐国没有这个树。有最苦报应经月，泥居土树，高二十里，枝叶枝部分缘呢。 佛六十里，其树上子数万户啊，这一户啊，中国的八头。啊，那么这是经上有这么这么写这个写法，这可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有一点夸张了。 啊，前面讲的倒是很实在，去地三丈余它才有之叶。啊、嗯，那么这个经上讲的，这个树高二十里，那就很高了，一里。 印度我看呵呵中国的确是很小啊，但是很小二十里也不得了啊啊！我们现在一般用公里啊，华里呢是一公里等于两华里。那二十里的时候，算中国二十里嘛，也有十公里了 十公里现在多高啊？现在国际航空啊，飞机大概飞有没有飞到十公里？差不多十公里一万尺，一万公尺啊，那么高啊！没听说过地球上有这么高的树啊！嗯，啊，枝叶分布啊。 负二十六十里，啊，六十里打个折折扣嘛，也三十多里。现在开车开半个钟点。还还没有走过树荫呢。嗯、那么这个金山讲的，好像不是我们地球上的，啊，地球上没这么高的树，啊，在极乐世界可能有。 又，阿维月之接近，月能盈五百尺，啊，那这就确实是很大。如果我们说这个距离树林，啊，是一个很大的森林，森林里面全是这个树，那就能讲得通。 啊！如果这个一片这个是这个山上是，有几千棵树、几万棵树，啊，那那就这个车从通过这个森林，这个能讲得通。啊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在这里取得的比喻，啊，福音大故，慈于菩萨，于诸众生广作辟荫。 拼就是“保佑”的意思，中国人讲“保佑”啊，啊，菩萨有慈悲心，有智慧，啊，念念不舍众生。 用泥居树的这个大的树荫来比喻菩萨的慈悲，如金刚树啊，金刚树、梵语、法遮原为印度的兵器。 密宗用它做法器，表经历之智慧。我们在佛菩萨造像里面呢，看到手执着兵器的菩萨很多，啊，四大天王。 南方镇张天王手上就拿的剑，剑在古时候是兵器啊，金刚杵啊，古古印度的兵器，密宗。 用它来做表法啊！你看这个密宗修法的时候，一定有金刚杵啊。它代表什么呢？表金力之智慧。在中国，用宝剑，宝剑也是比喻智慧。 啊、中国人讲“快刀斩乱麻”，乱麻是烦恼啊！智慧之剑能得烦恼。在古印度金刚手表智慧啊，跟这个中国用宝剑的意思相同。《大日经书第一卷。 说，发真如是如来金刚智印啊，印是印证的意思啊，认口的意思啊，证明。 如来的真实智慧啊，金刚般若智慧。又云：“譬如地势手执金刚，这个金刚就是金刚树。啊，破修罗军。<coughs> 第十天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。” 啊，帝释天手啊，就拿着这个兵器，拿着金刚杵，啊，坚持铸治金刚啊，也佛如是。这说到现在，啊，在佛门发挥当中，这些金刚神手上拿着金刚杵的。 一般都称为他做金刚身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政治。啊，身其政治犹如金刚啊，啊，人《人王经》里面，《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》。 啊，国家遭遇到困难了，或者是灾害啊，旱灾、水灾这些意外的灾害。哎、啊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战争。啊，用什么方法？ 来凭借这些天灾人祸，来平息，要用金刚不入，用智慧呀、啊，真实智慧呀、啊，才是最大的力量。 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懂啊！我们现在明了，世出世间的灾害怎么起来的？你要研究它的原因。 啊！佛告诉我们：<coughs> 贪嗔痴慢疑，这五毒啊，自信里头没有，真心里面没有，这东西从哪来的？ 迷失了自信。从妄想里面呢变现出来的啊，几时变现出来的呢？大臣经上常说，从意念不觉。 二有无名，无名就是阿赖耶。无名是迷呀、啊，迷了以后啊，从真心里头起了个妄心。啊，妄心里面呢，就有着这些毒素。 这些毒素从迷来的，啊，他的体是性的，性的迷了，就变成了病毒的细胞了，变成病毒的种子了，啊，但是种子要遇不到缘，它不发作。 啊，我们将这些病菌呢，潜伏起，潜伏的，它不起作用，对于人身体的健康啊，没妨碍。啊，所有一切众生全都有，不但有我们有，四圣法界也有。啊，四圣法界，你看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还有佛。 为什么？他没有转世成之？啊，没有转八识成四智，通通都有啊！啊，他的身心呐、啊，都带着病毒啊。不过四圣法界的人修得好。 啊，他们能够把缘断掉，啊，这是佛在《经教里告诉我们，因缘果报啊，因要借苦，要受报，一定要靠缘，啊，没有缘，它不起作用。所以佛法讲缘生，不讲因生，啊，因。 不能控制，我们没法子对付。缘性，缘我们可以控制。啊，我们知道那些恶缘会给我们带来病苦灾难，我们把它断掉。我的因在没关系，它不起作用，永远让它潜伏。到明心见性，它就它就化解了，就没有。 啊，没有明心见性，他都在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潜伏时间的长啊，没有时间限制啊，只要你迷，它就有；只要你绝了，它就没有了。可见到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 啊，《佛在大乘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：啊，碳，碳的对应是水灾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海水会上升，南北极的冰山会融化。 啊，地球上这些高山积雪也会融化掉。啊，它为什么会变化融化？地球温度上升了，温度上升时是晨会，晨会是火。你看现在人脾气多大，从小到老。 啊，很容易发脾气。啊，那我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发脾气能够把地球的温度上升，啊，能能叫地球上这些火山爆发，有这么大的关系，这没人知道啊。 啊，能够叫冰山融化，啊，让海水上升。你看，贪嗔、欲痴呢，风灾；啊，傲慢呢，地震。傲慢应对的是地震，愚痴更厉害呀、啊。 啊，那个怀疑呀、啊，啊，怀疑更厉害，贪嗔痴慢疑，啊，怀疑说没有自信心，啊，不相信自己，任何人他都不相信，对父母没信心，对祖宗没信心，对圣贤没信心，对佛菩萨也没信心。 那这个病就没救了啊！对应自己身体来说，五脏六腑免疫的能力没有了啊，外面的细菌很容易感染，就没有抵抗力了啊！居住的环境，我们的山河大地啊，土地松散了。 信心将让它凝固，疑惑它就松散，怀疑你松散了，这一松散，陆地会沉到海底，高山会倒下来，啊，你就晓得，我们里面的病，跟外面的环境市场真正的原因。 贪嗔痴慢疑啊，所以这五个是一切病因啊、哦、对对的啊。这是，我这个字幕上打下了贪嗔痴慢疑，一切病因的。那怨呢？怨恨恼怒烦。 是一切遍地云，你看，病因我们不能控制，缘可以控制啊！啊，怎么控制呢？佛常讲啊，发菩提心啊，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啊，菩提心里头有慈悲啊，人慈悲心生出来了。 怨恨恼怒烦就可以降温了，啊，先从降温，然后把它断掉，啊，这个东西断掉了，地球上就天下太平了，啊，山河大地就非常美好啊，啊，五谷丰登。 啊，人民安乐啊！贪嗔痴慢疑不容易断，怨恨恼怒烦是可以控制得了的。啊，我为什么要怨？为什么要恨？为什么要去恼人家？啊，为什么要发脾气？ 能控制啊！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五个字。啊，人能够把这五个字控制住了，这个贪嗔痴慢疑也就能控制住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要依靠这个发作。啊，心浮气躁的人。 扶不住这些烦恼习气，把贪嗔从这爆发起来了。啊，这一爆发，下面就国报。国报对自己来说，脏腑失调，这对自己，同学人生病了。啊，对居住的环境呢，天地变异。 啊，水灾、旱灾，啊，火山爆发、海啸、地震，啊，风灾，大地沉到海底，高山崩塌下来，这是天地变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病蛊啊！ 那变得国献钱了，啊，那接着就报应出现了，啊，疾苦、短命，这是个人的个人的灾难，啊，自然灾祸。啊，我们讲的天灾人祸，这是一切病报。 是报应呐！啊，那从个人讲到我们居住环境，这、就是大乘教上讲的。用什么方法来化解？佛法是用慈悲心，用菩提心，用世上业道。在中国，老祖宗教给我们。 仁义礼智信，你看看仁义礼智信是不是菩提心？是的，是不是十善业？是的，跟十善业跟菩提心都相应。一切病的药啊！啊，人人能懂得这个道理，人人能够依教奉献，身心健康。 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啊，灾难不胜呐！啊,啊，今天因缘果报都显现了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见到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。 现在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啊。啊，我遇到不少啊，来问我、嗯，我也没这个智慧，也没这个能。力。 可是古圣先贤、老祖宗教给我们有方法，遇到这些困难了，个人的病重，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古人用什么方法了？真诚忏悔，端正心念。 改邪归正呢、啊？用这个方法啊？有没有效呢？我们看古籍记载里头有效果啊，所以用真诚、恭敬啊、忏悔，这样改变天性呢、啊？这个天性是大自然。 有没有道理？有,有道理。现在科学家都证明了啊！原理是什么？原理是心无一体啊！我们的心跟变法界虚、虚虚空界、万事万物是一体。 我们的念头善，他们样样都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为什么呢？静随心转，山河大地是静，我们的身体也是静，通通转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好好的修呢？为什么惹这些灾难呢？ 我们怨恨一个人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会以怨恨来报复我？啊，这就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怜，多苦！那不觉悟啊！真正觉悟了，我就希望在我这一生当中，把所有恩怨都一笔也勾掉。 啊，别人加给我的，我接受；我用真诚、忏悔、感恩来把这个事情化解。啊，别人加给我、加给我的，我接受，永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 啊，把报复，啊，刚才讲的怨恨恼怒烦，一别勾销啊！在境界里面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真功夫啊！没有这个境界，你怎么知道你心清净？啊，怎么知道你修行功夫提升了？你看不出来。 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啊，啊，境界一线前呢，烦恼习气全出来了，这就说明你一点功夫都没有。啊，我在讲习里做过多次报告啊，怎么修法了？天天念经没用啊。 天天讲经也没用啊！把听到的、所讲的，通通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转境界，管用了，那叫真修啊！那才叫真佛弟子啊！再大的灾难到面前都化解了，没有了。 啊，再大的怨恨，到自己面前，智慧一现前一转变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感恩，变成反省。连中国圣人都教我们：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没有教我们去找别人。啊，别人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别人都对，你首先要承认这一条。啊，别人都对，我不对。 你才有救啊！我都对呀、啊，他都不对呀、啊，那完了。生生世世你们就对立吧，你们搞冤冤相报吧，啊，没完没了。啊，我在这一生学佛六十年了，得的一点受用，就知道反悔反省自己，从来没有受过别人不对。 啊！你们跟我多年的时候，你能看出来？啊，受什么样的委屈，什么样的打击，若无其事。我反省，我不对，他们都对。啊，这是解决问题高度智慧的方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那从因果上来说，我们更应当反省。他回报我侮辱我，他为什么不回报别人？为什么不侮辱别人？他单对我。佛在经上常讲嘛，“业因果报、啊，不可思议。”也许我过去生中啊，我是那么对待他的，今天碰到了。 他要一报还一报，他也对我啊，我清楚啊，我不能再用这个报复的对他啊，他用这个态度来对我，我再去报复他，来世他又报复我，那咱们在这个六道里头生生世世，不就没完没了了吗？啊，要知道双方都痛苦。 何必呢？不如承受了，接受了，感恩。那、啊、不但没有怨恨，欢喜，感恩，我接受了。啊，我过去对不起你的地方也报报掉了，这个账了了，债还了，你说多快乐，多舒服啊！ 那别人欠钱的欠我的钱不要了，多自在呀、啊！我说还债吗？大哥，过去我借他的没还他吗？哎，今天他用这个方法拿回去了，好事情还清了。古德所说：“退一步，海阔天空啊！”这话一点都不假。 啊，真正这一生能做到与人无争、与世无求，啊，生活要学世尊，要学圣贤，简单，啊，生活苦一点好，好在哪里呢？对这个世间不再留恋了，啊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不想离开六道。 啊，日子过得很清苦啊，念念都想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？这个好事情啊！啊，钱多了，地位高了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增长你对这个世界留恋啊，增长你的情执。 那换一句话说，也许你六道轮回的时间呢，是不合算的。那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不干这套了。啊，念一念呢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遇到这部经典，今天不容易啊。 啊，无量寿经，在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，他一生讲了很多经。我们要问，一生当中讲那么多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给诸位说，就是无量寿经。你看，许许多多经典能够度的众生度度，都不多。 啊，这奇迹呀、啊！唯有净土，在世尊一万两千年法运当中，通通起作用，能将一万两千年众生渡尽呢，就是有缘的从众生渡尽呢，就这一门。 这个要懂啊！啊，戒律只能度正法，正法一千年过去了，戒律不管用了。禅定只能度相法，相法也是一千年，相法过去了，现在修禅得不到定了，别说开悟，定都得不到。啊，随定念佛法门，正法管用。 相法管用，末法也管用，这不是第一经吗？所以世尊在世啊，多次宣说。啊，从五种云译本里，古大德，大家看法都一致，至少佛讲过三次，可是。 《无量寿经》还有七种翻译本子失传了。如果那七种本子要是在的话，可能又看到一些不同，那就不止三次了。啊，可能四次、五次、六次啊，一生当中讲这么多遍，用意何在？ 我们要能体会世尊当年现身说法的苦心呐！啊,啊，你也能体会到一分，你有一分的感恩心起来了；提现到两分，有两分感恩的心出来了。为什么？你对他真了解，你对他一点体会，那感恩心升不起来呀、啊。 那、啊、你有十分的体会，你就有十分感恩的心。啊，你会对佛尊重啊，会对佛孝顺呢、啊。啊，出现在世间就是为我们这些苦难众生，我们要直下承担。直下承怎么承担呢？佛就是为我出现的。 四十九年讲经说法，就是来度我的。你看，佛灭度到现在三千年了，啊，三千年年后的时候，我才得度。为什么佛在世我没有得度呢？不相信，啊，对佛没有尊重心。 啊，这三千年来，生生世世种那么一点善根，啊，在今天这一点善根福德起现行了，啊，好好的抓住。 真诚恭敬啊，求解，然后依教奉行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，不等来生了，我这一生就要去了，去定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呢？这一生把经中搞清楚了，啊，就行了。 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极乐世界。啊，我们对于修学这个法门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正有把握。 啊，你才能得法喜充满呐、啊！啊，你才能有像菩萨那样的智慧、那样的德行呐、啊！啊，来应对先前所有这种众生呐、啊，没有一个不爱呀、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啊！啊，喜欢的人你爱他，讨厌的人也爱他。 跟你作对的人还是爱他，陷害你的,的人还是爱他，平等没有分别，这叫行菩萨道啊！这叫真正修行的。啊！对于这些冤亲债主、现钱的。 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他会感动。啊，他要了解的时候，他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第二个。哎呦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啊，我这样的恨你、害你，你还是天天感恩，天天给我回向，给我祈福。 没有一天忘记啊！我相信他会良心发现，在一生当中，你还遇到第二个人这样人吗？没有遇到啊！生生世世，一个人几有几次这么个机会呀、啊？遇到这样的人，用真心待你。 啊！你用虚妄对人，人家用真心对你，永远不变。嗯，那是什么人？那是个真正学佛的人。啊，不是真正学佛的人做不到啊！啊，你从这个地方，你去细心去观察，学佛的人多啊。 真正相信的人少，真正理解的人更少，真正奉行的人少之又少。啊，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利苦得乐、往生净土，你不干不行啊！你不把自己些毛病习气改掉，想把这些毛病习气带到极乐世界。 去不了，这就好像是什么？像现在我们你看入境啊，你在飞机场上都有人呢，拿着体温的量体温给你检查。极乐世界也如此啊，那你身体不健康，他不让你去啊，你去不了啊，啊，这就是贪嗔痴慢疑、怨恨恼怒烦，都是你的病毒。 你有这样的病毒，天天念佛去不了。啊，天天念佛要天天学佛，学佛是什么？把这些烦恼习气通、啊、通改过来，把这些病毒啊通通放下断掉。啊，所以佛在经论上告诉我往生一个条件。 这个条件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啊！你也听过很多次，但是你疏忽了。佛讲“心静则佛土静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啊，你看经题上给我们讲往生三个标准，啊，最起码的清净，啊，更高一点的平等。 最高的觉啊，清净平等正觉，这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啊，最起码的，你要有清净心，清净心，这些病毒统,统统放下。啊，瞬间善缘，绝对没有贪恋。 逆境恶缘，决定没有成会。对于顺利、善恶境缘，通通感恩，没有不感恩的。啊，这样的心态呀、啊，你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的人全相应了，哪有不生的道理？ 啊，我们能不能往生，有没有把握，自己认真反省一下就明白了。不要问人呐，别人给你讲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也反省，展开经典一对照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有没有资格到极乐世界去？啊，所以你看《金刚书 的金刚正直，破除烦恼啊！啊，金刚是坚定的意思，不坏的意思啊！啊，这真是智慧。 啊，一定要相信佛的话，天下没有不能改变的人，只要他有一点点善根，他就能改变。啊，一点善根都没有，叫一禅体，啊，那就很麻烦。对那一种麻烦的人，要给他种善根。 要帮助他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！他的成就，来生后世啊！你对于经教熟了，你就能看得出来呀啊！而且很清楚。再看下面。 住不要目念，不持金刚熟念诵，无有得成就。金刚熟者，菩提心意，能坏断肠二边，七中道。中有十六菩萨位，一表十六空为中道。两边过五股。 无福无知也，我们就看到这边啊，金刚书也是神秘宗里头最重要的表法的法物。 啊，好像我有一个在跑马地啊，柜子里头有个小小的，那、啊、密宗送给我的金刚杵啊，还送给我一个转轮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这个这个金刚杵，就想到金刚智慧。 他是提醒你，就如同我们供佛是一样的。我们为什么供佛像啊？时时刻刻提醒我。啊，我们修净土，供养的是西方三圣，当中是阿弥陀佛，两旁边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。啊，你每天看到他，啊，看到阿弥陀佛。 啊，阿弥陀佛代表自信、离体，代表无量的功德。啊，一切都无量，智慧无量，德能无量，相好无量，功德无量，啊，慈悲无量，宏愿无量，样样都无量，表这个意思。 啊，怎么落实呢？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落实在生活。啊，特别是你有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啊，你一定要用这个智慧来解决。啊，要用大师智的智慧，啊，大师智代表解门，观世音菩萨代表行门。 心结相应呐、啊，这就成就了。啊，看到观音，要学观音慈悲；看到大师之，学大师之的智慧。啊，看到阿弥陀佛，那是我修学的目标，我最高的愿望。 啊，要用慈悲，要用智慧，我才能达到这个最高高峰。表法嘛，啊，所以金刚书代表菩提心呢、啊。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 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，有没有违背？啊，如果与这十个字不相应，我们菩提心没法出来。啊，那么你看看，不持金刚杵念诵，无有的成就，那是金白念了。哦，那我拿了个金刚杵，我念经。 哎，就行了？不是，你还是白念了。你真正用真实智慧，诚诚恳恳、老老实实，那就是你真的吃金刚树，不在心想。啊，这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佛法，种智质。 不重形式，形式不重要。啊，你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去念诵，就有感应，就会起作用。 为什么刘守仁居士帮助胡老先生往生西方净土啊？这个光碟我们这有啊。他凭什么？凭他手上拿着金刚杵。你问他，他有没有拿？他没拿。 他真拉了啊！为什么？真诚心、智慧心、啊大慈悲心、菩提心，通通相应了。这个念诵感动阿弥陀佛了，是洞天地、气鬼神。 啊，中国古人教的叫诚则灵”。我早年在台中，啊，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给我四个字：“至诚感动。大臣经教难呐、啊，太难了。 啊，要想弘法利生，没有真实智慧，没有真实的德能，你用什么帮助别人？啊，老师举例子，世间智慧，都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通吗？ 你不能通是法，你不通啊！说佛法这一部大藏经能通吗、啊？学一辈子也不行啊，也通不了啊！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古人有个方法，感通，求感应呐、啊。用什么东西来感呢？用尘。 成就灵了，啊，成是什么呢？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啊，一念不生呢，是为成呢，没有邪思，没有杂念，啊，也就是清净心是成，平等心是成，觉心是至诚。啊，所以成上面加个至字。 至诚感通，真诚到极处，就去感应，就通了，自然就通了。啊，上能对佛菩萨感动，下面能对妖魔鬼怪感动。啊，大城里头没有魔，小城有魔。啊，大乘佛跟魔是一，不是二。 啊，觉悟了，魔就成佛；迷了，魔就佛就变成魔。谁觉谁迷呢？自己不在外，我自己迷了，佛也是魔；我自己觉了，魔也是佛。真正讲到究竟处啊，啊，所以。 对于持金刚，手上拿着这个金刚说，他的用意你要晓得，着重在精神，不注重在形式。啊，但是做法事的时候，形式也有用处，表法。啊，那么金刚杵。 能坏呀、啊！断肠二边，断肠二边是邪是邪气。有人执着一切法无常，因为动物。 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，这叫断见。那、啊、常呢，永恒不灭，认为一切法都是永恒的，这叫常见。常见跟断见都是两边。 啊，那我们中国人一般叫偏见，他见解不远，见解不正，啊，偏在两边。菩萨正知正见，叫妙契中道。 啊，中有十六位菩萨，啊，十六个菩萨位，代表啊，十六空为中道。啊，十六空是佛教的名宿。啊，佛教大辞典里都有，诸位可以查一查。啊，第一个叫内空。 第二是外空，第三个是内外空，第四个是空也空，啊，空不能执着，执着你就堕在空里面去了，啊，所以叫空空。第五大空。 第六叫甚意空，啊，第七个是有为空，第八个是无为空，第九是毕竟空，第十是无际空，第十一个是散空，第十二个是本性空，第十三个是自性空，第十四个是一切法空。 第十五是无性空，第十六是无性自性空，这是出于《大波尔金的。啊，这些名相在这里，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，一个一个讲耽误很多时间。啊，诸位可以参考大《大波尔金。 《大般若经》里面讲的非常详细，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啊，很舍竖。实。总结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 佛的用意在哪里呢？叫我们放下外缘，看破啊！千万不要再去执着，再去分别。不但分别执着，你错了，别人没错，你错了，连起心动念都错了。为什么起心动念就迷了？ 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彻大悟啊！我们经体上那个确确是不起心不动念啊，平等是不分别，不分别就平等了；清净是不执着，不执着清净性现前啊！所以那个修行最高的境界啊，那个是这、就是修行的枢纽关键。 就这五个字啊，用什么方法达到无量无边的方法啊？所以佛经上有八万四千方法叫法门呢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。啊，《四宏誓愿》里面讲，法门无量是愿学，方法太多了，目标就一个。 啊，你能够恢复你的清净心，这清净平等就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所以佛说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为什么你本来有啊？那就是佛啊！啊，有，现在变成没有。 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迷失了，你迷了自信。啊，清净平等就变成了烦恼，清净变成近视烦恼，平等变成尘沙烦恼，倦呢变成无名烦恼，变直了。不是他，他不在，他在呀、啊，变直了。 啊，我们跟佛学习，释迦摩通过释迦摩的一佛教会，啊，我们在经教里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那我们要回头，我们要恢复自信。啊，怎么恢复？我不再执着了。 心境恢复了，我不再分别了，平等恢复了，我不再起心动念了，自信就恢复了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辛辛苦苦说法教学四十九年，一天没休息，天天讲，众生真正悟的少啊，没觉悟种一点善根的人。 啊，善根种下有好处这个善根叫金刚种子，生生世世不会灭掉的。什么时候起现行？什么时候你就觉悟了？啊，你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正常。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如果没有恢复清净平等就记住，我们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啊！我们知道有佛、有菩萨、有佛法，但是我们跟他距离非常遥远。 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，啊，是过去无量劫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运。为什么？下莲老给我们汇集这部经，稀有的英语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的。 融成一股经，这个月希啊，佛灭度之后三千年才出现的。夏老居士来了啊，第二个西游的。 黄念祖老就士，如今他什么住？他汇集啊，汇集一切经论，那确实汇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，他们对无量寿经的体会。 啊，他们的心得报告哦，这样汇集在一起，成为这个注解，西游啊！这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，真叫难中之难。 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的缘分，你要不认识，你不知道珍惜；你认识之后啊，你才晓得珍惜啊，你才想太可贵了啊！多少菩萨想求这个缘分呢，遇不到啊，我们是碰上。了。 啊，我们读这部经这个注解，特别容易理解。啊，确实能有几分切数，体会得到了。如果能够把这个机缘抓紧了，认真干，啊，我真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真听话，一教奉行。 我能懂多少，做多少。你把这一点做到的时候，哎，看到这些又意思又更更多了，你就更懂了。啊，所以解能帮助你行，行可以帮助你解。啊，解行相应了、啊。啊，解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，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。 啊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不要改变，啊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金刚之的表法很重要。 啊，金刚书的这个这个，它有五谷，两边的各有五谷，代表五佛五一啊，五佛，这也是民俗，有金刚啊，有太藏界之五佛。 胎藏是什么意思？是比喻啊，母亲怀孕，肚子里头有胎儿啊，胎儿虽然很小，他藏在里面。 所以这个胎有含藏的意思，有隐伏的意思。啊，含藏什么呢？具足一切功德，本质具足啊！你看小孩，啊，外面五官、言而必舌是，里面五脏六腑，他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他在母亲胞胎里头，他就在那慢慢长成。 啊，通通具足，嗯，就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,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啊，这个胎里面本自具足啊！啊，常常是应佛的意思。虽然本自具足呢，他现在并不显现。 啊，他还没出世，这就好像他被一些烦恼围绕住，他不能先前。啊，这比喻什么呢？我们确确实实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但是佛的智慧，我们没有。 变成烦恼了，佛的德能呢，变成我们的习气啊，佛的向好变成了六道轮回，对吗？烦恼啊，烦恼把它变直了，所以。 自性里面真正的智慧德相啊，不能现前。用这个来比喻叫太藏啊，太藏界里面有五福啊，这是密宗所说的啊。又呢，金刚界也有五福啊，无智如来。 啊，金刚戒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前面我们学过了，金刚是比喻智慧，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心，啊，金刚是坚固、不坏、不变的意思，真实智慧啊，啊，这是佛内证。 智慧，也就是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说的阿赖耶的四分里头正字正份啊，这一份呢是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他能够证明阿赖耶。这谁认识阿赖耶呢？他认识。 他知道啊，所以他有坚固不变、有转烦恼的的用啊，能转烦恼成菩提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幕后一句话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 啊，那由此可知，金刚是比喻佛内证的这种智慧，啊，能够转八十成四指。这是太上跟金刚比较浅显一点意思，这个意思啊非常重要。 啊！你要不懂，你被这些名词迷惑了，不晓得它的含义。啊，那下面跟我们讲的无智如来，这是金刚界无智所成的无如来，无中智慧成就。 啊，第一个大日如来，大日是比日太阳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所有一切众生不能离开太阳，没有太阳，地球就不能生存，啊，一切生物都不能生存，啊，所以大日如来。 表法界体性之所成啊，就是自信本具的圆满智慧啊。第二呢，阿是如来，阿是是梵语，意思是不动。 第二个意思是无嗔。你看，成慧是多阿鼻地狱的因啊，它代表没有成慧啊，没有晨会，也就没有傲慢。傲慢是晨会里面的一份。啊，代表无嗔呢。无嗔如如不动。 啊，这个代表大圆尽智啊！啊，大圆尽智所成就的是阿悉如来。啊，第三呢，宝身如来是平等性质所成。啊，宝是什么？财宝，财物啊。 财务有两种，一种是自信的对功德发财，啊，另外一种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七宝，啊，金银呐、玛瑙啊这些东西，琉璃，啊，这是一切众生呢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离开。 啊，保身如来啊,啊！你想想，平等性质，那由此可知，人要想发财，要想得到财富，从哪里得呢？平等心，这真因呢、啊？啊，得无量功德发财啊。啊功德发财得到了。 这个世间财务说也就随着都得到了啊。第四，无量寿如来，无量寿如来是妙观察之所成啊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啊。第五呢，是不空成就如来，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“人生万法”。 啊，是臣所作之所成的。啊，后面有一段《菩提心论语》，东方阿舍佛因成大云金之。 一名金刚之眼啊，这是讲五方佛啊。啊，南方宝生佛有成平等性质，互相成就，至成佛。 佛也成就之。啊，一名灌顶之也，啊，南方宝身啊，西方阿弥陀佛呢，又成妙观察之，一名莲花之，一名转法轮之。真的转法轮是度众生，啊，诸佛如来度众生是阿弥陀第一了。 没有比阿弥陀佛更善巧啊！所以阿弥陀佛被佛、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啊！北方不空成就佛由成成所作之，一名戒魔之戒魔是做法。 啊，做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持戒、守规矩啊！啊，佛来给我们做个示范呢、啊。中间是毗卢遮那佛，av, 由成法界智啊，这就是大热大热如来所成就的法界提性之所成啊，这代表。 平卢真纳，啊，所以大日如来就是平卢真纳，密宗称为大日如来，显教称为平卢真纳佛，啊，是一不是二。前面呢，叫我们参见无智，啊，五智我们在这里也简单列出来，啊，名数。 在《佛学大辞典》里，面，邪教主案八十二乘四指，一列为就近者报身如来。啊，佛有三身，法身。法身是离体，就是大日跟毗罗遮那所表的。 啊，显教里面转八十乘四支，啊，列为九经之宝神 <coughs>。密教于此加第九十，所转至法界体性啊，而为五五支。 以为金刚界，智，化身之大日如来。这个里面讲到第九十，只有八十，哪来的九十？九十之说是阿赖耶，有染尽两分。 阿赖耶虽然是迷了，但是他自信是觉，所以他有觉不觉两个意思。啊，称觉的那一分呢，就称他做第九识。啊，第九识也叫啊、哦，他这个下面有了，阿摩罗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下面啊。 这是，啊、呃，为金刚界法啊，金刚界智发生之大日如来。第一个，法界体现智，是转阿摩罗时所得。阿摩罗就是第九识，啊，阿摩罗是梵语，意思就是真如。 真心啊，八识里面清净的那一份，那八识有染净两分。啊，通常讲第八识是专讲染的这一份，啊，就是迷的这个妄心。啊，他亲近这一份是真心，他的体是真心，他的相是妄心、啊，就好像我们人。 我们的人身体走在阳光之下，有个影子啊。那我们的身体跟影子都叫第八识，身体呢是影子的本体，是清净的；那个影子是迷惑啊。那那个说八识的染的那一份就是影子，觉的这一份就是身体。这样大家就好懂了。它是一，不是二，离开身体。 没有影子啊，所以迷的时候啊，真心就发现了，变了一个妄心。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啊叫，叫第八识啊。这法界有差别之义啊,啊，诸法差别其数过于尘沙了，是位于法界。 法是个总代名词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用一个字来做代表，这叫法。啊，所以说法界就是指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的全体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这叫做法界。法界体现的，即六大也。 那、啊、六大是什么呢？通常我们讲四大啊，四大大家知道，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啊。讲五大呢，加了一个空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。嗯、啊，再加一个六大呢，就十，再加一个十。 楞严经上讲七大，七大加一个剑。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啊，讲七大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啊，法界体性即六大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整个法界的体，法界从哪来的？万事万物，现在科学家研究。 一个东西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一合相啊，一被现代的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啊，把这个一切法太大了，取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呢再取一部分啊，取到最小的，现在变成量子。 啊，佛法里面讲呢，讲微尘，即微之微也。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无论是一切法，通通都是它组合的。啊，离开它，一切法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小东小东西，啊，就是讲物质的基础。 啊，踏是变法界、虚空界的基础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根本，在佛法里面称为极微之微，在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它里头居足六大。 地水火风空，这个实，这这个六大统统俱足。地水火风是物质，实是精神。啊，就地水火风空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。 是不能分开的，有物质肯定有精神现象，啊，这一桩事情，在最近这十几年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证明了，啊，水是物质，他有受想行识。啊，我我们。 对他动一个爱心，喜欢他感受到，他有受；我们要讨厌他，他也会受，啊，他有反应给我们看，所以证明他有受想形式。受想形式是精神，所以精神跟物质融合在一起，永远不能分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唯心唯物全讲错了。 想偏了，啊，好像一个东西，你只看到它一面，啊，像我们这个茶杯盖，你看到这一面凸出来的，这一面呢挖下去的，啊，有人看到这挖下去的，有人看到这一面呢凸出来的，这两个就要打架了。 啊，其实两个人都没看错，只看到一面呢、啊。你看到完整的哦，原来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啊，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，不是二。最近的科学家才发现，啊，最著名的德国的普朗克，啊，他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 被他发现了啊！原来物质是假的，是意念累积变成的幻想啊！那为什么好像有固体、有液体、啊有气体呢？啊，他说了，那是振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变成固体，频率快的就变成液体。 啊，更快的变成气体，比气体还快的就变成电流，啊，变成电磁，变成光，啊，通通都是振动，啊，速度都是非常快，啊，频率不一样，振动快慢不相同。 啊，产生这个宇宙现象啊！啊，所以大日住于此六大发界之三昧也，三昧是定功啊，他的心定在这上面啊，名为法界体性之。主方便就近之德。 啊，没有就近方便，就不能够有天地万法了。天地万法了，是这种啊法界提心智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法讲的很好啊。 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这心是法的体,体，体那法呢是心的相，是心的作用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三大体大、相大、用大。啊，三大是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不能分割的。 说一个题，向用在题里头；说一个向，题用在向里头；说一个用，题向在用里头。永远不能分割，它是一体的。啊，所以普朗克说，所有物质的基础是意念。 这个发现呢，非常了不起，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所说的证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发现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今天地球上这个灾变、灾难这么多，如何能把地球恢复正常？这个理理论。 可以解决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意念啊！美国科学家知道啊，嗯、布莱登啊！你看，去年八月在这个悉尼开会的时候啊，他们讨论，这是几位科学家，世界上著名的。 啊，怎么样应付啊？明年二零一二玛雅灾难的预言啊，美国的布莱登他说，如果全世界的人在这个时候啊，都能够弃恶扬善。 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不但地球没有灾难，还能把地球带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这话说的有道理啊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理论是什么呢？意念能改变物质。 啊，日本江本博士呢也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，啊，就是日本的琵琶湖。琵琶湖有一个海湾，啊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就水不流通的。二十多年，这个海湾气味很难闻，很脏，很乱。 啊，他找了三百五十个人，请了一位老法师，九十多岁，带着这批人，在湖边上坐一个小时。啊，用大家集体意识来祈祷。啊，所有参与的人在这一个小时，把什么念头都放下，都不要想。 啊，让自己的心啊一心一心一意就想一个问题：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你看，就这句话，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啊，三百五十个人，同一个念头，没有杂念，祈祷了，一个小时，三天之后啊，湖水真的干净了，气味没有了。 这个当中，当时做很大的震动啊！啊，日本的媒体都报道了啊！居然这个这个境界延续了六个月啊！一次祈祷，湖水干净了六个月啊！江本博士告诉我，我跟他讲。 我说你最好两个月到那去祈祷一次，你的湖水不永远干净了吗？啊！但是这个祈祷我们晓得，治标不治本。治本是什么呢？这个地区的居民气卧阳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他那个地区的湖水永远干净。 啊，这治本呢、啊？啊，所以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个道理都能化解。啊，知道灾难怎么形成的，我用什么方法能把灾难化解？妙极了！啊，所以确实，这是。 法界提心之人，主方便就近得。第二呢，大圆镜智，转阿赖耶识所得到。啊，转阿赖耶就成绩成绩，显显现出大圆镜智，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如大圆镜之之也。大圆镜是什么呢？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。 你们有一样不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法界里边所有一切众生，他们现前的状况了如指掌。啊，像我们人起心动念，极其微弱的念头，自己都不晓得。啊，正得大圆镜智的人，他知道。这什么人呢？法身菩萨。 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转了。啊，见性的人没有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哎呦，我都忘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，大圆镜智。 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啊，可能我都忘掉了。看看时间啊，今天就讲到这。